我希望你是收，你不用推，你今天就收，好。收，收，就是把腹直肌，你看，把我们的腹部收进去，收，然后呢，再横膈膜提上去，提，收，提，收。提收提就做这么一个动作，也不推，因为你推是这样子的，你是在用气推。对，雪你来啦，雪奶，雪早上不理我，雪奶，我是奶，还是我家风扇最乖，这只才是我的猫咪，哦，好漂亮啊！你看它听到你的声音，吓到了。猫真的不太喜欢不熟悉的东西，敏感。撒，这叫撒腿就跑。我现奶，我现奶，我现奶，它们非常分得清楚自己的名字，很聪明的，会拼中英文。你跟它讲什么都行，刚才这里讲太长了，我觉得它不明白，它们知道是不是可以做，不可以做，我们说 no yes 它是知道的。好，你就吐气，你继续吐气，因为吐气是比较长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长期吐气吐得圆满的，的感觉，哎呀，嗓子都有点干渴，这样子就是吐还没吐完，再继续吐，都吐气，再提，就是收了之后停个两三秒，你的横膈膜才会往上提。因为我们吐气的时候，只是把背部体积变小了，背部体积变小，你要等一会儿，就是有点像是你把船里的水，你把想象那个横膈膜就是水，然后呢，肺就是船。你船里面有重物，就是那些空气你在扔出去之后，你是要等一会儿，然后水才会往上浮嘛，它有一个几秒钟，所以呢叫好，浮完之后肺变小了，相当于船里边的重物扔出去了，然后就等个几秒，让横膈膜慢慢的往上浮，它就提起来。对，感觉会辛苦一点，你就先把它提上来。这叫挖空，这也是一个排毒的过程。你要挤压内脏，把多余血管、子宫，然后所有的内脏这些不需要的东西全部挤出去。因为内脏很聪明，你把它空间变小了，它呢就会清理你家的垃圾。它清理的一定是垃圾。就像我们家，如果说你就像你们家，你从一个大地方搬到小的地方，你要有些东西是不是装不下了？要丢出去，你肯定丢垃圾，你肯定丢不好的。身体是很智慧的，它就会把这些不好的垃圾、不完全消化的，在血管壁粘连的那些细胞，那些就是以后会转为癌症的这些不完全代谢也不完全死掉的蛋白细胞，然后它就把它给清理掉。因为你告诉它没有空间，就有点像你一搜，你本来肚子有这么大个房子，你一搜。搬进小房子了，有点挤，你就会丢到一些你用不上、不需要的一些垃圾。如果说你从一个，就像为什么他们从一个这样子的肚子，然后长到更大的一个肚子，它就会装很多垃圾，不是好东西的脂肪啊、一些垃圾啊、血栓啊，就长这些东西。是因为你从一个，就像你从你们家房子再搬一个更大的房子，你觉得你更有空间了，看上去很空，那你就会哎呀。哎，今天淘点东西回来，明天淘点东西回来，不管有没有用就摆上。身体是这样子，你给它足够的空间的话，你看他们长期不收腹的人，基本上都是长肚子，长得大腹便便，长上去的都是脂肪。
然后血管里边的都是堵塞，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没有人就是肚子一放松长的是肌肉，真的没有人，肌肉都锻炼，肚子都紧才长肌肉，肚子一放松很奇怪，长的都是脂肪。就像是我喜欢美国的这种文化，当他搬一个房子的时候，他要求就是合适，够住就好，他不要特别大，因为特别大之后人就喜欢瞎买东西。就像是我先生他姐姐家里住的特别大，然后呢就大出了他们的需要，他们有几间房子是堆垃圾的，堆的真的是垃圾，是什么垃圾呢？就是有时候别人送的礼物也好，他没有拆直接扔，有时候呢在网上不知道买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拆箱直接扔，还有呢就是两个孩子穿不了的衣服，又是好的，因为这边衣服穿不破嘛，但是呢也不知道给谁，直接一扔。还有呢，就是购物之后，那个购物不是有时候他姐姐去买一些，就相当于你去买爱马仕的东西，他会送你一些小件嘛，一些小东西啊，其实没什么用的，就他宣传用的，哎，就随便一扔，就是什么垃圾都有。房子有时候做太大，就这个好像他觉得，哎呀，没事，我就拿回去。如果你觉得你房子小，你就不会把那些东西往回带，或者你当场就扔了，因为装不下。就像是我们为什么要经常收腹？哎，你经常收腹，你要告诉你的身体，在你这个垫子满了，没有空间的，它就只选择重要的和需要的，它反倒长肌肉。然后你每天就是一吃饭就葛优躺，我们叫葛优躺，沙发上一躺一放松，肚子一挺出来，你发现没多久那肚子有点长满，就长的绝对不是好东西，长啥都有，而且子宫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收这个子宫？同样的道理，你肚子上，你看你没收，你就会长脂肪，你知道。但是子宫在神经的末梢，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宫颈糜烂3度、4度都已经排脓了，都感觉不到痛，是它是神经的末梢。然后呢，如果你子宫不经常这样，我们有时候会排气嘛，收缩一下排一下气，然后把它收紧，收紧的话子宫壁就会很健康，它血液循环很好。但是你一直把它放松在那里。里边长的东西就真的不是你想要的，不是脂肪那么简单，因为子宫是一个孕育生病的地方。像我们的脂肪层呢，就是脂肪层，它只能长脂肪，它孕育不了生命，长点脂肪呢还好。子宫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地方，它里边有很多能量的，但这种能量一旦不流通、堵塞了之后，长瘤啊、长什么的就这么来的。从能量层面非常好理解，从医学层面很难分析，这种瘤和那种癌还不一样。能量层面非常好理解，所有子宫内宫腔内的疾病都是你积累的能量，而子宫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地方，是不是比较好理解？那你就孕育了一个障碍性的生命，瘤和那个cancer 那些细胞是很强的生命，它只是说是一个障碍性的生命，是一个不好的生命，就相当于说它是一个坏蛋，但是你不能说它没用，它是一个坏蛋，它很坏。它能破坏你身体，而且它的成长还特别快哈、啊。对，因为子宫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地方，生一个孩子也就要9个月，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一般是每年检查嘛，为什么我去年去检查都好好的，就像我有两个得癌症的学生就这样子，为什么今年一查我就癌症2度、3度了？它很快，但是特别是子宫啊。还有我们的就是乳房啊，乳房是一个营养啊各方面的线路非常通的地方，所以呢，这两个地方一旦长东西长得非常快，它变化非常快，又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地方，生一个孩子，你只用9个月，所以啊，长你那这些样讲，比孩子还对。低的一种生命能量是不需要太久的，它就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地方，在那里所有的发生都特别快。你说你长个风湿或怎么样子，你得好几年的时间，你还得各种不注意。但是呢，女性的就是胸部和子宫是长什么东西，你都觉得很奇，你才惊奇，它特别快。这也是为什么。但是呢，也有一个另外的原因，你排出来也特别快。如果你有方法得当的话，就是来得快的东西去得也快，就这样子。这就是这个世间好像有种规律，来得慢的东西去得也慢。是有听到而你且讲你说，就看，对，你就看那种闪他婚的，都是。闪得快，离得也快。但是呢，那种就是从小经历过大学啊，就是从小童年呐、啊，就是两小无猜一起长过来的，后面呢他们分开的都会
哎，都会就是哎有一定速度或者分开都懒一点，那种没三两天就闪婚的，离得也快，就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个世界有一定的规律。你遵循这个规律就过得顺一点，不遵循呢你就过得累一点，因为世界不会遵循你的规律。所以平时啊，你都要把收紧，你不推亲爱的，就是今天你觉得啊，不气收，然后呢，等一会儿停，不气啊。你看我胃里面的气不会排出来。胃里面这些东西不好的，它在里面久了也会长东西。你看，当你挺上去之后，胃气会排起来；往下的话，子宫的气会排出去。你就像我们讲过的，毒素它分气体、液体和固体。一旦长成固体了，这就是手术的事情就比较难。然后呢，在液体和气体都比较容易的，气体是最容易的。如果你在气体，就是真的是神医，真正神医治胃病嘛，就是胃发生的病，真的是气体的时候，你就把它排出去了，你就啥事儿没有，就感觉哎，他没做多少事儿，但是你不怎么生病。当气体的时候最容易的，然后呢，也是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到液体到固体就麻烦了。你看，就是如果你有看过哈，以前我们解剖学有看过，子宫里面就是割下来的那些子宫肌瘤啊。人家长成是怎么样子？它不是长成一个纯圆状啊，它是半圆状，它有点像是水滴状这样子。它有没有？就是它是那种不规则的水滴状。为什么是水滴状？就是一开始这些东西是一种闷气，是一种气体，然后呢，后面它形成了液体，后面呢，它在液体蒸发形成了固体，粘在子宫壁上。所以为什么？如果你想它从子宫壁直接长的话，它可以，它就长成一个纯圆形，怎么样的？就像我们长一个痣一样的。不是的，它是那种奇形怪状的水滴状，就连是岩洞里边的那种岩石的形状。我们以为的是子宫肌瘤，觉得它是纯圆形，它不是，它就是这样子的形状。就可见它是从气态到液态到固态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对，所以你是气体就把它排出来，你就没这么个事儿，也不伤害子宫，也不伤害哪里。到液体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了。到液体的时候，要通过生理期，然后呢，就要通过液体来排。就像有的人练脑力法，我有些学生是练了，如果身体比较有大问题的话，没练多久，他会觉得，哎，他的排卵期或者呢，正常的生理期都会有东西排出来。而且排的东西不算是正常的生理期的血液，特别是排卵期，那不像是正常的液体。那有个学生就去检查了，说就是他当时是要做引产嘛，就打了这些药物，这些化学物质，经过这些排出来了。因为这些东西你想想也挺可怕，你不排出来可能是癌的，它就是一个身体不需要的这种化学毒素，你把它留在体内，那这个事儿排出来就没事了。有听你这样讲，我那时候是还蛮压抑的，说哦，原来是在里面形成不好的气的时候，我们练这个就可以把它排除了，这还蛮压抑的。瑜伽还有中医这些呢，就算是它是一种自然疗法，自然疗法更多的它不是治已病，它是治未病的，就是未知的这个病，就是还没有来到的这种病，未来的病。你看中医你就知道，中医为什么有的人没什么病，经常去做调理、做针灸，它不是要治他现在有什么病，是预防他未来。中医太多了，一旦有病去治疗的话，就是。就是相对复杂很多，而且还不一定保证你全好，没有哪个医生会保证你一定好的，他只是有个欠字，有的有90%能好，有的50%能好。包括做一个手术，就是包括我这个牙齿，我都去问了这个牙医嘛，他就说的手术有2个结果，就是看你自己恢复，如果有两，要不呢就是手术之后真的会变得更好，还有一种结果就是手术之后可能会变得更坏。我说那我考虑一下。他说他们也不确定是哪种结果，两种结果都有可能。是，你做任何手术都是这样子的，说手术有成功不成功，成功了就好，不成功的话就比你不做手术更糟糕。好感恩哦，好感恩跟着你上课。你想看这个转动不容易的，你看。
到后期你看前面你还需要力嘛，过去我啥力没有用啊，这种转动。哇，对啊。那就是内脏在用力，内脏要用这么大的劲儿的话，它是把自己挤压的，它不可能松。你看我们人要捏紧一个拳头，是不是都是收紧状态？内脏也是这样对。的，它要用力，它一定要收紧，它就把不需要的东西都排一排排出去，然后呢，它才能收紧嘛。它不能这样子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你啥也捏不紧。所以整个内脏的这种收紧和放松，真的就像我们冲洗地板一样的那个水龙头收紧放松，收紧放松，慢慢推外壁，内脏里边是冲洗的干干净净的。那为什么当转动了之后呢？前期刚会转动的人呢、啊，因为我转很久了，我还好，我身体比较透彻。然后呢，他们就经常啊，排便也会增多，排尿也会增多，还有就是呼吸的味道都会增重，就是有一个前面有几个月帮你排的一个过程。那之后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就是什么你就排的都很多。本来我一个小时我只去一次洗手间，现在呢我去三次、七次，人家就一开始就觉得哎好奇怪呀。而且你他真正的有点觉知去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排的东西色更重，然后味道也更重，就是这些本来味道。在你脏腑里边这些脏的东西，那时候还是液体状态的时候，它就全部帮你排出来了。你要有的地方出去的，有的人呢就是不断的就这么转两圈，5分钟不到大汗淋漓，就觉得有的人你当然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通过就是我们排泄系统来排，有的人呢是通过皮肤来排，皮肤排的位置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胸和背喜欢出汗，有的人就是头喜欢冒汗，还不一样，有的人是燕窝什么的。就是每个人看长得不一样，每个人看他的这种排泄的腺体哪里都大的，他就会证明他会首先选这样的出口，身体也很智慧的，就哪里能更快排完，他就选哪里。等你看过那个书里边我写的内容就多一些，因为毕竟你要花半天一天去看完一本书，跟我讲的不太透彻。里边有讲到医学上是什么原理，然后呢，就是能量学上是什么原理，然后我里面没有记录什么，因为我总共能讲到朗读法的资料就一页半，还查了好多本古籍，就是一两千年的那种留下的古籍，有的还是印度里面翻译的，也不知道准不准。但是在最开始，一个叫劳雷 Yogi，就是一个专门喜欢练脑力的一个 Yogi，一个瑜伽士，他对脑力的理解是什么？脑力法可以治愈一切疾病的缺陷。这句话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说的有点大，但是呢，很多人都告诉我，包括很多同学都告诉我说，是因为我们没有练到他那种程度，可能他练到很高的一个程度，就真的治愈了他的一切疾病与缺陷。因为以前他只是随便说句话，也不记录成书，也不要说给谁听。因为你知道瑜伽是不会跟他不太喜欢跟外人联系的，他是一个很自给自足的人，所以他没有必要去说这样子的一句话，就是被你记录了下来，被他的学生记录了下来。所以我理有些东西理解不了，我也就直接就是说别人是这么说的，然后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更多的这一整本书应该很另类，这整本书基本上都是案例。因为我没有太多，也没有大学在做研究，我没有太多这样子的科学实验去证明它，很多都是案例。这个人练了脑力法，包括我邻居练了，我学生练了，谁练了，本来是多少岁、多少状、什么状况，谁练了，他发现有什么好处。现在有一个癌症的医生也大量推崇脑力法，对，因为他说我。你到极度就是到痛苦之后没有办法，医学上没有办法，既然你要。自己他不是一天两天转换的，那你为什么之前不这就是没有就是最好不要等癌症医生你知道吗？他专门修这一辈子就研究癌症的，告诉你最好就不要等，等了是很难弄的，也不一定治得好，目前没有更好的方法，你就最好保证自己不要等。有一些方法像癌症的预防
学是很好的。其实癌症的治疗学的话，现在还有待进步，不是那么好。这是一个医生说的，他们这个只是 chance，只是有些几率，就像是他们给他们 treatment 嘛，就是给他们做化疗，也是有人可以挺过，有人挺不过，到底谁能挺过，谁挺不过，他们也不知道。只是哎，你们 take the chance，自己承自我承担风险。我有时候做，我不晓得我的这样的感受，我把我练习哦有发生的一个现象跟老师分享一下，就是当我做到很投入、很投入的时候啊，我变成耳朵里面会听到自己那个血管，或是说。会自己听到自己身体的那个 tempo 的声音呢，会嘣嘣，会在耳朵里面会自己听到嘣嘣嘣那个声音呢，这样子是你正心确的脏，还是不正确心脏的？过不去的声音，那是你心脏过去的因声为音。闭着眼睛在做嘛，闭着眼睛在做，然后身体在做收缩的时候，听到身体的那个声音是那个脉动的声音，所以这样子是正确的吗？正常的，这样子说明你的觉知力、觉察力比较好，但是觉察然力后比较好，啊，眼睛如果张开的时候，你它就要就，做，就是对。我整个放松，然后眼睛张开的时候就没了。我到了，因为你要很静的状态，那时候呢，就是你的整一个，你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那时候是你整一个，我们说可以说心神儿，也可以说内在的高我，它是向内的，它一旦向外，你就没这种知觉了，它一定是向内的，所以为什么一切向内求，这样以后听到的时候，你就多静坐一会儿，多在那里坐一会儿，你站在那里摆也好，你在那里坐着也好，多坐一会儿。这是极好的。其实我们心脏共动，我们血液流动都有声音，只是这个声音呢，它在我们就是平常能接受的分贝之下。我们人其实没有那么厉害，我们能听到的声音只是在一个中分贝，更高的分贝和更低的分贝都听不到。那时候呢，我还不知道。有一句就是我上的几节声乐课在大学，然后呢，声乐老师他是很厉害的一个教授，他教了很多人。他说以前他是在军队的，哎，我说你们军队待遇这么好，军队还有声乐老师，他说不是，军队是研究生化武器，哎，我说想想这个很好玩，他就告诉我们，生化武器是这样子的，他们会形成一种就是声音会刺激人的大脑，会让人疯，会让敌军喜欢打起来，喜欢斗殴，喜欢互相残杀，但是这个声音的话，它是在人听不到的，也用仪器可以检测出来。所以他用的是一种低分贝的声音，这种生化武器二战的时候有用过的，后面是禁止使用，因为太强大了，也没有知道，有点是暗算。我以前以为生化武器的话就是那些氢弹啊、原子弹之类的，原来这种才是你看不到、听不见的才是最厉害的生化武器，就真的是就是杀人于无形啊。就是一种，他告诉我，他不是高分贝，他是那种低分贝的声音，然后呢是人是会影响人的磁场，人的脑电波会给他会接收到，但是我们的耳朵听不到，所以他不会反应，我们的耳朵听不到，仪器可以检测出来。像这种声音的话，你可以有好几种，也可以让人平静，就像有的人睡觉听的声音一样那种音波有，但是呢，他们做的是让人疯狂的声音，就你听多了人会很烦躁。急躁，喜欢打架斗殴。急躁之后，你就喜欢打架斗殴嘛，喜欢互相残杀。真的很，我觉得很水哎。是，没有错。原来真有这个东西，只是禁止。但禁止的话，一直看哦。现在，但是他们已经有使用过很多，所以用仪器可以测出来，但是人听不到。其实人能听到的是中音呗。太高的音贝和太低的音贝都听不到，就像是黑做黑洞的那种那种声音，也是机器接哦收过哟。来的，不是人听到的，在那边是你是听不到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人能听到所有的声音，是不是也很恐怖？根本就不是你能接受到的，高声贝的可以把你一下子就聋了，然后低声贝的就一下子就搅扰你心智。其实造物主这个设计是合理的，我们只听到合理范围内的声音。
其他的声音如果都听到，是不是这很空间，每一个空间都有很多声音，就像这种能量运动啊，我们跟外界的能量运动是有声音的，而只且是我们接受。有发现眼睛闭着真的比较容易专心，眼睛张开的时候啊，要听那个身体节奏的声音呢，比较听不到，通常都是眼睛闭着做，做到投入的时候才会听到声音，难怪你都会要求我们闭着眼睛，真的有差别。因为眼睛闭上，为什么要长这个眼皮儿？它有它的作用的。我们没有哪个身上没有哪个，包括眼睫毛啊、眉毛，没有什么东西是白长的。造就我们的造物主是比我们更智慧的，虽然我们理解不了。所以呢，它长个眼皮儿就是让你随时能闭上就闭上眼睛。其实我就把它想成就是眼睛关闭和开放状态，开放。就向外了，你关闭状态才是向内求的，才是向内的。所以呢，你只有在闭上眼睛的状态，才能看到更多，才能感受到更多自己内在的东西。你睁开眼睛是极难的，因为睁开眼睛，它的色系是向外的，要看外面的路。闭上眼睛才是心中的路。我没有特别去研究，我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我感觉这样的过程，其实就是包括书也好，我自己也好，我就是实践。我不是那个喜欢坐在那研究的人。包括那时候我上学嘛，我就是在这边报课的时候，他们都说你更适合上那种就是 State University，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让你去做，他们是让你实践积累的。然后呢，你不太适合上 UC 系列的，UC 系列是要找科研的。然后呢，就是到大学，到学士、硕士、博士，他们是研究的，就大多数是画图纸，在大脑里边想。然后你的性格呢，其实更适合，因为那时候报课他要让你知道报哪样嘛。你其实是更适合报就是地方大学，因为那个是让你实际去做的。因为他没有让你去来，因为地方大学之后你是可以申请硕士、博士啊什么的，他通常没有这个学位了，你就是把积累学到位，你就自己去做事儿了。你看，这也是说明你没有这么特别痛，特别痛。我们做个30分钟、40分钟的话，你的腿不会堵塞。你以为这样子腿会堵塞，但是你做几个小时真的会。但是你做几十分钟，因为你的内脏它是循环的，所以呢，下面也会有微循环，它不会像你走路的循环那么多，可是它是不会。这也是一种，就是你知道自己什么状态，它是不会不舒服的。其实越做越舒服，你要刚做的时候这么高，然后到这么高，然后现在就直接很舒服。好了，我们现在你可以。最后你想过去几次？那我再去一次，我们就开始发音了。最后几分钟了，好，
好感恩。就是把全身都固定住，后面就让那张玻璃，就是你都不让让外力了，就是把全身都固定住。因为有时候啊，你动一下胸，你动一下臀，它也会有一个外力，就什么都不让动，就是哎，不管怎么样，你就固定住，坐下来就是最好的固定住了。哇，这样子动，发现背后有一条筋，会在动会痛。那你就的是有训练到那一条，不是一定是要练起来的，否则的话，你的背部会经常受伤。因为已经受伤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它能恢复一些，但是它就不会像100%像以前那么能够用力了。对，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多去好，感恩，谢谢老师，祝你有美好去的一外面天。安全的地方啊，闭上眼睛念。好，好，我你试就着。感觉非常不一样，你跟外面去连接，这个大自然有很多很自然的元素和很自然的能量，它可以愈合你。这比所有的医学始终是人类弄的一个东西。你要相信，如果造物主能造就我们的话，我们都这么聪明啊，他肯定比我们更智慧。所好，以我去去吧，看看。对吧？谢谢。好，好，拜再拜，见，拜再见。拜。